洗澡用冷水还热水好，不用考虑找冷水热水澡，关起浴室被雾气围绕，辛苦了一天给自己回报，开始的几分钟心中的肥皂就这样一直冲，享受是最好的那迟早至少至少开始比较不会打，我没法忍受水忽冷忽热，热水器哪个牌子最出色，用这样的论坛我马上去注册，把最好的品牌成为忠实的顾客，没法用目测水温是几度，用皮肤享受温暖的感触，水液忽弥漫一点水飞好像时间都暂停了，天是黄的，加了八十克的零了，小鸭子也是黄的，在那里扶着我，思想也是黄的，像血色心跳画面里泡泡在天上飞，裸体的大人在心上追，眼睛闭上推也是把它推到，想到睡到醒来是隔天清早，洗澡是一天的精神寄托，分析师说的绝对是利多，连梦都不足里面给我，把所有的烦恼轻轻排水口，每次一分一脱是鸟毛一搓，水深开始的漩涡，只管唱我的歌，吹我的口哨子，爽死我都不要。我们都期待一场热水